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胜。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是我们 COS 哦 ，COS 的车款。那这是豪华版的，有加装我们的一个盲点侦测哦，盲点侦测。那我们现在看到 A 柱旁边有两个小圆点哦，这个是我们加装的盲点侦测。那它这是车美斯的产品哦。那我们待会会把它做动的一个情形拍给各位看啊、哦。目前我们现在是在等停等红绿灯。停等红绿灯的一个状况，现在红绿灯来讲它是不会亮灯的、哦、那我们待会在行进间的话有车子经过，我们就会看得到它有闪烁或提醒的一个部分、哦、那我们现在开始行驶了、哦、那行进间来讲的话，像我们左边有车了，它现在亮灯了、哦、左边有车的部分它提醒我们亮灯的、哦、我可以看得到、哦、哇，左边是有车子的啊、哦，它现在亮灯是提醒左后方的车辆，哦，这是盲点侦测，所以它现在提醒，哦，亮起来了，亮起来了，哦，那旁边的车子来讲的话，哦，如果是持续还在旁边，它就会一直亮着，哦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哦，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哦，它有车子经过的时候，它就会亮灯提醒，哦，那这是我们 A 柱的一个盲点侦测的一个介绍，哦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作动的情形，如果有摩托车靠近啊，或者是说有车子经过来讲的话。哦、你看它现在在闪烁了，哦，它在闪烁，就是我们有摩托车靠近我们，哦，现在在闪烁，哦，还有我们左边也是一样，哦，左后方有车辆，哦，以上这个就是我们加装的 A 柱型的一个盲点侦测，哦，盲点侦测的一个作动情形，哦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。那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介绍的不错的话，哦，有需要加装的话，可以问一下，哦，车美斯的一个安装产品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记得再帮我们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感谢各位的观赏，谢谢，拜拜。